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阮思雪莹，我今年19岁，我身高1米58，我体重45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还没结婚，我的家有5个人，我住在广州省，在越南我是工人，我想来台湾上班赚钱，我不怕辛苦，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